瞬间吞没了整座山林。原乡少年团的少年们惊喜欢呼，追逐着那满山满谷捉不着挥不去的雾。这时夜之神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撒下一大块黑色的帷幕，寒冷的晚风也跟着呼啸起舞。一会儿，轰隆轰隆的夜空也狠狠地甩下一串串又冷又大的雨滴。河水突然间暴涨得好高好高哦！山谷里的少年们惊慌地架着竹筏，拼命地往前滑。忽然，一棵巨大的椴木从正面冲了过来。霎罗间，船上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声，然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第二天的清晨，领队阿鲁巴睁开双眼，只见四面高山，处处峭壁，团员们个个都躺在绿草如茵的深谷里。珍珠也醒来了，看到疲累的伙伴们，他忧心地说：我们恐怕出不去了。这时东边的山峰放射出七彩的光芒，扑通，一轮又红又圆的太阳跳上峰顶。朋友们，是不是迷路了？只要沿着右边的落堂山，穿过桃花林，再朝着山上走，你们就可以找到出山的路。突然间，一个衣带飞扬的金色少年，腰间挂着一只闪闪发亮的银笛，全身散放着暖洋洋的光芒，正站在好几千仞的妙峰顶上。七彩阳光就像是他的衣裳，他的声音化作绵绵密密的云朵，环绕着整座落堂山，飘入少年们的耳中。哇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苏伐罗不敢相信地说。少年们个个睁大眼睛，呆呆地凝望着峰顶。就在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一大片乌溜溜的云朵飘了过来，遮住了阳光，也遮住了金色的少年。一会儿云走了，太阳又出来了，金色的少年却不见了。聪明自信的领队阿鲁巴甩一甩头说：刚刚一定是一种幻境，我们绝对不能相信，走吧，我们下山去。于是领着大家朝山下的另一条山路走去。过了大半天，越走山越多，风也越高，谷底阴晴不定，寒风逼人，少年们又冷又饿。这时珍珠不禁怀念起在乡下陪着阿公的好友金轮。
要是金轮在就好了，以金轮的智慧一定能找到出山的路。想着想着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原来那位庙峰顶上的金色少年又出现在峰顶七彩的阳光里。山风一来，衣带飘飘，就像是一个俊逸的仙子，令人神往。他正挥动着那只闪闪发亮的银笛，指引着大家跟他走。这回少年们管不得是梦是幻，迅速地跟随着银笛的指引前进。阳光一寸一寸地移向天边的尽头，他们已经绕过了落堂山，穿过了桃花林，眼前竟是一大片的林花异草。这时夕阳驾着马车载走金色少年，缓缓地离开天际，只留下少年们愣愣地迎着暮色，希望那飘逸的仙子能再出现。但是时间并没有让美丽的梦境再现，少年们若有所失地望着四面环绕的山峰，星星儿正一颗一颗地从黑暗的天空跳出来舞动着。